哇，刚刚他们的表演真的是告白气球，让我都快感动了，真的是太深情的告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下个班级赵福一甲带来的戏剧跟舞蹈表演。请下个班级准备，三一级请准备。各位评审老师好，我们是赵一甲，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《活力老人》。在这凉爽的天气里，有一位老奶奶在树下边听音乐边跳舞。这时有一群读达德商工照顾服务科的学生边走边聊天，缓缓地走向老奶奶。阿嬷，你看一个人在家跳舞，因为爱我就爱当啊。阿嬷，我看你年纪真济岁，哪会这活泼？咦，这首歌哪会这么熟悉？这首歌就是那吐司的歌啦。阿嬷，是Twice。对啦，是Twice的歌啦。阿嬷，会使跟你做伙跳舞吗？好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！